君不在，暗影将至。S37新赛季《暗影狂舞》即将启幕。在奇迹的废墟之上，我将重建秩序的蓝图。觉醒了不死之力的影，受到致命伤害时可死而复生，大招开启时短时间内无法被击败。优雅而诡秘的他，战斗如同舞蹈般轻盈敏捷，像是一场不会落幕的疯狂独舞。新赛季的对局体验将全面调整，改善现有上分体验，匹配机制优化，全时段全分段开放分路匹配模式，让匹配阵容更加合理。排位赛增加积分制，金牌玩家失败不掉星，胜利能额外加星，实力上星又稳又快。巅峰赛竞选流程优化，更快进入对局，双方可同时禁用英雄，禁用位增加至10个，博弈空间更大。新赛季机关百炼升级归来，10v10众星峡谷全面优化。此次机关百炼将带来更丰富的内容，全新火焰山主题，全新怪物 BOSS， 更多英雄套路玩法，超多成就挑战等你解锁。众星峡谷10v10模式将支持对局观战、20人开房间等功能，同时对小地图头像、个人对战数据等多项体验进行了适配优化。新赛季的王者峡谷、英雄和里测系统将迎来优化调整。峡谷调整方面，传送阵开启规则优化，击败空间之灵即可开启，飞鸿石像等大型野怪新增乘机提醒，补血花也将新增刷新倒计时提醒。战斗体验优化方面，绝大多数主动技能释放时可以使用主动装了。此外，大家可以将自己的建位方案以密语的形式分享给自己的好友。英雄调整方面，金蝉将正式迎来玩法调整，回忆里测也将迎来全面优化，开启魔盒必得回忆之证，可以更快获得皮肤奖励。每日任务改为周任务，大家可以更自由地选择任务完成时间。穿过光明，洞悉暗影， S37 新赛季暗影狂舞即将启幕，我们新赛季见。Top up voucher game AOV dan yang lainnya kini lebih mudah. Bisa langsung ke official website Cave Game Shop. Tunggu apa lagi? Ayo top up di Cave Game Shop.